Hello， 兄弟们，好久没有更新那个新歌了。今天有粉丝下单好多手机，我们一个一个来说一下。首先，我们看一下这个三星 S24 Ultra 的港版全新机，它就是带有发票的。像这款现在目前拿货是6000米，12+256G 的，这个发票就可以在国内是保修是半年的，凭这个发票就可以了。有些兄弟们说这种发票是真的，除非是那种某宝那种才可能是假的。接下来一个温州一个大哥要拿一个15PM，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这两台手机同行拿的，一个是一个美版，一个是港版。这两款手机一个分别一个价格，现在美版是5500，这个是港版，港版现在拿货是5900，所以相对来这两台手机都一个成色外观都是亮机的成色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，如果说你们的预算多少可以打到评论区里留言，感谢观看，关注三哥保证不翻车难呢。